身体造伤，因为他这个他大幸福的功不够，这个人大幸福的功没大，大幸福的功名声对功修的贪婪，大幸福的功不够，你不行讲他死掉了，但是他这种引动解这种大殿走军化忌哦，化到极右宫，那应该叫身体遭伤。那很多人同学说，这个可不可以解释说，大殿走军宫干化忌冲大殿福德？没有错，他冲大殿福德，可是他以他本命以他大限来说，他福德宫没有倒啊，这个不行讲冲福德了，应该讲说冲极恶身体。病人不生唏嘘，就对方只赔台币70万，你往后的心理治疗要如何去做？然后哈、哦，为什么会截肢？同学们也知道说哦，这个不用我讲你也知道，那个肌肉马上会坏死，然后会因整个。而且哈、哦，同学们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不仅讲所有的卡车司机都像，你看那个大卡车司，同学们记住哦，就是那个大卡车哦，你绝对哦要注意大卡车、大货车哦，还有大客车。第一个，开车不要在它前面，它刹车，它是气压式的，它高速行驶它刹不住，也不要在他前面，他刹不住；也不要在他后面，在他后面，你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听说大货车或计程车司机或者怎么样哈，他们好像有工会，有工会的话，他平时都有缴钱，有缴钱的话哈，我告诉你，他不管撞死人或是干嘛哈，他个人要赔一点没有错。但是很多都是工会来配，那些人他那还官呢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根本就很不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被那种人撞死哦，真的会碎死掉。而且有些人哦，他要负责你一辈子的医疗，火大的话，他干脆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倒车把你哦，干脆碾死掉。这个事情哦，有时候听说那些人哦，有时候会被那个建议那个老百姓锤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离谱。他觉得干脆我死掉的话，我干脆赔。假使要生不死，赔你一辈子，他赔不起。有些会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同学们哦，以后你们在过那个马路或干嘛，我建议同学们哦，那个有些你不要那么紧张。红绿灯，我在跟我小孩子。红绿灯根本还没有绿灯，你根本就不要下去。你下去干什么？你就站在这上面，好、哦，绿灯我再下去，差不到2步。可是你在底下，他们那个大卡车，哦，同学记住，那个大卡车开车的人都知道，大卡车它那个后视镜很高，有些它底下它还会再装一个后视镜，底下它这个会有死角，它看不到。真的，他就凭感觉，不要说什么像我们在开休旅车和开轿车里面不一样。休旅车它的车灯比较高哈，有时候看底下都有一点问题。何况大卡车都在很上面，他看他那个角度会有死角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哈。那大卡车、大货车，它要转弯的时候，哦，它有时候会有死角，很容易哦。像他这个人就是大卡车转弯的时候，他被拖行，对方也不知道。所以说哦，同学们骑摩托车的，你看到大卡车、大货车，你一定要注意他那个死角是的问题哦。这个观念哦，我们非常的在意这些东西。好，同学们，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哦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哦，把它给收起来吧。然后，
我们要看下一个章节，足以度那章那个格局。这些都是跟极恶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极恶宫要点，好，把它拿出来。极恶宫要点，极恶宫要点。好，那极恶宫要点啊，一个人体质啊，上半节课发的那个，一个人体质要怎么看？命生宫、极恶宫，第三极恶宫宫干的话忌，一定要这样来看。好，是这个一定要会。极恶宫的重点就是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有没有看到和尚尼姑和长期吃素的人，由于长期吃素，体质都改变了，他们的体质偏向以命宫为主，行线也以大限命宫为主，包括看极恶宫。我讲吃斋的人，哎，痣的部位，此三子为积聚子为阳阳子五位，以上加入荣或化入，也入或下阴入有痣。这个是最明显的哦，这个同学一定要来用这个来验证，蛮好用。哎，其他的字哈、哦，我觉得百分比没有很高，我不强调，好吧？好，然后呢，再下一段，一个人的体质虽然上限到两年到三年，但是仍然要参考上一个大家的体质，因为人吃五谷杂粮，他的体质啊、状况是会往后延的，所以说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那个凤飞飞的命盘，凤飞飞的体质肺腺癌其实是上了大限，极恶宫宫干的化忌讳，不然的话，你假使用癸亥大限，你就看不出，奇怪他怎么会肺腺癌死掉，原来是上了大限。好，那后面。哎，刚才我不是上过那个太阳巨源加陀螺加灵金那张命盘吗？就要用到这边了。有没有看到极恶宫有四化进去都不好，化禄化权进入极恶宫，代表毛病加重，也代表发胖，尤其化禄更明显。你看他上个大，刚才上一节课最后一张命盘，他发现极恶宫是不是金阳化权化禄，天机化禄吗？金阳化权化禄是这个肝功能。对不对？肝功能毛病加重嘛，请阳就要开刀，陀螺进入本命的命宫，肝肿瘤不就对了吗？好，大限的极恶宫有化科，那女性朋友可能会去塑身、美容、黑斑去除、整形等等。然后大限的极恶宫有化忌，叫做已经要生病。化忌已经把疾病的讯息啊带给你看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好，现在同学们请翻开你们课本198面，跟极恶有关系的那个是什么？毒和赌。好，毒和赌，同学们，毒和赌啊、哦，这个也是跟极恶有关。好，好、哦，等一下还会一张佛牌，师母，再排一张命盘。好，毒和赌，毒和赌199面，同学们翻开199面的倒数第六行。不论何种毒品，一旦沾染，则极易上瘾而难以自拔。可怕的是，这个毒可以摧毁一个人的雄心壮志，它可以埋没一个人的才华，销毁一个人的意志。好，相信你也曾经在媒体上看到，吸毒者在毒发之时那种痛苦，可说是几近疯狂。消瘦的脸庞，扭曲的表情，含着一双茫然无助的眼神，夹带几分绝望感伤。只要是人见到此情此景，能不为他惋惜而感慨良多吗？能不因此而有所警惕吗？更何况在亲人的眼里，又何尝不是一个锥心刺骨的痛？
真敢想象贩毒者怎么会有怎么样的一副铁石心肠，为了钱置他人生死于度外。哦，讲到这个赌啊，同学们啊，我到现在为止，可能是我们的素行没有不良吧，哦，我简直没有办法哈，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赌。你们会了解吗？你看这个大饼啊，他已经哈，讲哭哭啼啼向大众忏悔，可是后来他还是吸毒。哦，那种哦，你只要吸毒过，然后再释放过，有那种前科的哦，最好警察你再哦盯着一下，他绝对改不过来。我的认知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那很多人就讲说，哎，吸毒的时候飘飘然，然后怎么样，忘却一切烦恼，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，对不对？很多影歌星会讲说，哎呀，因为我的压力大了，还怎么样？废话，我有三个小孩子，我压力也很大，我也可以去吸毒。我觉得讲这些都是废话。但是哪一种啊，吸毒或干嘛啊，我能够原谅的，就是像那个邓丽君那个很痛苦，邓丽君那个生病的时候，那个啊，那个叫邓丽君那个病叫什么？气喘，我听说气喘非常的痛苦，所以说邓丽君她在泰国清迈的时候，清迈的当地的报纸写得很难听，来自台湾的艺人 Teresa Dunn 啊，吸大麻过量死掉，可是台湾为什么不会大肆报道这个？原来是什么？他是爱国艺人啊，然后他的吸毒。他是纯粹要解除痛苦，因为邓丽君以前啊，听说他在里面学长告诉我才知道，他六岁到搬到今天的泸州，六岁搬到今天的泸州的时候，经常三更半夜气喘很痛苦，他妈妈哈都会气敲他叔叔的门，他叔叔是做医生的，他就讲说他很痛苦。哦，那以邓丽君的才艺来讲，世界各地这样子，她要买大麻是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。但是你看她到后来啊，整个身体都变得越亮越亮，听得懂吗？那很痛苦了，那已经是美国仙丹吃太多了，哦，所以说很痛苦。那第二个事情啊，就是那种啊，我觉得我很可以原谅她，真的身体太痛苦了，但可是青少年的病，就像我亲眼看到，就是我堂哥的一个孩子哈，国中的时候不学好吸毒，就后来哈，我妈妈他们家里有时候有做拜拜，我们会过去。有一年哈，我妈妈看到他的儿子在发怒，他爸爸讲他一两句话，他就拿那个椅子哈，就要砸他的爸爸，吸毒的会这样子，要砸他爸爸。大家都把他抱住才没有那椅子拿下来哈，他才不没有做那种傻事。结果好像是27岁还是怎么样哈，好像也是吸毒过量死掉。你觉得当父母亲的到底是不是让他死掉比较好？我认为以我的个性来讲，这种甘愿让他死掉一了百了哈，也是一种解脱了。可是父母亲会难过。结果我后来，我堂哥不是带着另外一个儿子，过年过节拜拜的时候，他另外一个儿子没有学坏嘛，对不对？带着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孙子拜拜的时候，哎，我说你孙子哦，蛮可爱。我堂哥讲一句话哦，他说哦，啊，到国中以后就不可爱了，他很感慨讲这句话。估计就知道吸毒是多么恐怖。好，再过来。200面的第二段啊，这边的毒品是一个一麻醉毒品之外，二长期服用安眠药而造成依赖性，也叫做吸毒哦。然后三啊，长期酗酒造成酒精中毒也算，不是纯粹麻醉药品。
毒品的哦。然后会接触毒品较大者，首先必须看当事者的命格是否具备。一般斗数来说，毒品聚必然跟聚门有关系，聚门主暗，毒品跟聚门有关系哦，框起来，尤其是得不到太阳来驱暗的更明显。于是乎，命格上命宫或吉佑宫有没有看到做子午位的积聚，还有辰戌丑未的同聚都算，而且命宫星座落陷无力，意志力不坚，主观意识不够，更容易受到影响。命宫星座妙旺强势星座作命，例如杀破狼者，除非命盘星座组合不良或行运不佳，陷入毒品成瘾，少之又少。你看看，像我妈妈是同聚在这边作命，她对宫是寝阳，因为今年出生的。你看看，像我妈妈，她不是吸毒哦，民国十几年人怎么会吸毒？而是哦，她那个慢性病啊，久而久之就依赖某一种啊，某一种药品，那个也叫做哦。长期服用、哦、某一种药而产生药物中毒也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积聚同聚做命宫做吉佑宫都算，知道吗？201面除了命格具备之外，虽不是同聚积聚作命，但是命盘之中有同聚或积聚的组合，分开同宫都算。像老师这种命盘绝对不会吸毒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太阳巨门在什么？在子女宫，那太阳巨门很旺的组合啊、哦，比较不会有那个机会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们的命格很强势，然后吉佑宫有禄存就给他吸，怎么跑去吸毒呢？你就这样来解释就对了。所以说，同聚积聚，并在青壮年时或大限得到，或入大限的吉佑宫，大限的四化加以引动，那就要注意了。然后小限刚好走到大限的巨门化忌位或擎羊位，就容易了。一旦沾染毒品，往后的行运再好也是白搭了。所以说吸毒的哈。我觉得往后的日子、哦、真的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201有没有看到赌？调过来看赌。202面，一种米养百种人，命格不同则个性不同，嗜好也不一样。哦，以下不妨行个一：有人好吃；二，有人贪杯；三，有人好色；四，有人贪财；五，有人好赌。但是也有人、兼具好几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203面的第二段，然而一个人是否具有赌的倾向，势必跟天机天良这两颗星有密切的关系，并且入死倒数第三行、画起来，并且入四化加以引动，赌博的几率相当高。哦，你们有学长哦，那个天机天良有化权化禄化忌哦，真的非常爱赌。可是很奇怪，老师对于赌哦非常没有兴趣，非常没有兴趣，而且哦，我对赌啊、非常痛恨。那你看你们师母说的天良斗命，天公是基因，过年过节他就喜欢小赌一番，哦，他就喜欢。可是我不喜欢，我坐在那边很无聊，我都会跟我大婶、大婶先过年过节要我要回岳母家的时候，我们两人都会出去走一走、聊聊天、散散步。我对赌没有兴趣，因为不是鸡鸟的人。好，然后最后跟你们讲，为什么逢赌会破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知不知道，人一赌下去，一沉迷下去。
正事都不干，心思都在赌，怎么不会？